姑娘为何一个人在这里哭呢？可否说出来？如果我能帮忙，一定会答应你的。姑娘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有没有听到？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子，晚上是不可以待在这里的。为何要如此伤心呢？可否说出来听听看？绝不会推辞。父母经商，陆遇强盗，被杀身亡。可怜我小女子孤身一人，逃出虎口，无处可去。姑娘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在我家暂住几日。橙子，啊，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去歇着呢？啊，小的扫扫地上的尘物，免得明日碍了小姐的步子。行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是。
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为兄给你做的花可好？我们一会儿去前面的布庄看看吧。好啊。原来世上果真有如此美艳绝伦。我若是能够与他相遇，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如若真的有这样的机会，哪怕付出我的生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绣得真好，相公。免礼。娘子，我从江南回来，给你带了个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多谢相公一直惦记着我。只要你喜欢就好。今日我来是有一事想与娘子商量。相公请说。相公但说无妨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。罢了罢了，此事还是日后再说吧，那我先走了。相公，相公。娘。陈英呢？啊，陈英在房中刺绣，她说要绣一副新的绣品送给您。绣什么绣啊，成天就这么绣来绣去，能给我绣个孙子出来吗？你说说，她都嫁到我们家多少年了，到现在没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。我说她是存心想让我们王家断子绝孙吧。娘，这也不是程英一个人的错，您就别这么说他了。管家，我托你办的。老夫人，大少爷，老夫人，您让我给您找的姑娘画像啊，我给您找到了。哦，快看看。大少爷，再换一个。我看就这个不错，就这个不错。还是老太太有眼光。这样，你呀找个算卦的给他俩合合八字，咱们择个吉日把他娶回来。我这就去办。好。吃。走。走。娘，大哥他纳妾嫂子知道吗？这事儿不用跟他商量。怎么了？
给咱们王家纳妾、传宗接代，你就这么难过？咱们吃饭吧。哎，子玉，听说你娘子又没怀上啊？又没怀上，把你娘子休了算了。去去去，这样就可以夜夜喝酒啊，对不对？要不送送你，子玉。走了，走。三更半夜闯入女子的家中，还偷看奴家。姑娘，对不起。姑娘，怎么生得如此美丽？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还看？姑娘莫见怪，在下姓王，名子玉。只因跟朋友喝多了酒，误闯了贵府，还请姑娘多多见谅。原来是王公子。姑娘，若是没有其他的事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哎，慢着，奴家一个黄花闺女，今日被你看见了身子，以后传出去了，还叫我怎么活？姑娘，这事好办。在下府中离此地不远，已娶有一妻室，只可惜多年未曾有身孕。现在正想纳一名妾室，如若姑娘不嫌弃，不如你我可以成婚。只是不知道姑娘的家人有何建议。小女西门燕本是江南人士，因奴家的父母贪财，把我卖给了大户人家。那家的大老婆因为妒忌我，早晚不是打就是骂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我一介弱女子，又无亲无故的，便逃到了此处，牺牲在了这荒宅之中。想不到姑娘也是一个苦命之人。不过姑娘莫怕，你我今日既然相遇，便是缘分。如若姑娘不嫌弃，以后跟着子玉便是。逃难之人能在此与公子相遇，是小女子的福气。如此甚好，不如姑娘便跟在下回府吧。天色已晚，不妨今日就让奴家服侍您吧，明日再去。还有此等好事啊？人说红颜祸水，
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事呢？虽说是祸水，却也是红颜啊。正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那我就让你做鬼吧。那不行，我要是做了鬼，你可怎么办？说不定我就是鬼呢。那我就专门治鬼。恭喜恭喜啊！谢多谢啊！哎呦，谢谢谢谢！里边请，请里边请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请两位新人步入洞房。相公，我有三个要求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答应我？什么要求？说来听听。第一，晚上的时候不许点灯。第二，行房之后得分床睡。那第三呢？第三啊，就是晚上不许进我房内。好好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说的当然。西门宴见过姐姐啊。夫人，我来。你就是西门宴啊？长得真漂亮，哪如姐姐冰雪容颜呢。西门宴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就听人家说过，是一个名门闺秀的。用过就不能用吗？在我老家还有个女子，她的名字叫做妲己的。还真有人叫这个名字啊。姐姐，这种粗活应该让下人来做，做惯了做做也无妨。姐姐啊，其实今天是子玉让我来探望姐姐您的。啊，对了，姐姐，我们府上新制了一些阿胶，对女孩子身体是最补的，我等一下便让福叔给姐姐您送来。等姐姐您补好了身子，肯定可以给王家多添一个大胖儿子。哼，啊，姐姐，这幅画是妹妹的一点心意，请姐姐收下。哼，
夫人，您别搭理他，我这就把他给烧掉。哎，听雅，哎，听雅，来这儿干嘛呀？你烧的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呀。嗯。怎么这么难闻啊？还有股恶臭味儿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烧的是画。一定是药。公子，你最近可遇到了什么？啊，不曾遇到什么。这位道长何出此言呢？我观公子邪气萦绕，你还说你没有遇到过什么？这位道长，说什么胡话呢？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！这个世界上，竟然还有死到临头还不醒悟的人。你这臭道士，胡说什么呢？算了算了，现在的道士都是这样，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罢了。慢着，公子，贫道绝不图钱财，贫道图的是消除这世上的邪气。我观公子身上邪气缠身，近日恐有生命之忧啊，还望公子多多保重。我们公子啊，不是邪气缠身，是喜气萦绕，最近新添了一位娘子。你居然还说是邪气缠身，我看呀，你是自己没老婆，眼红别人当新郎。哎，不得无礼。那好啊，那贫道就恭喜公子了。公子，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不测，可以到城西口的青城观来找我。好，告辞了。道长慢走。你这臭道士。走吧。这臭老道士居然说我们府上有妖气。相公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晚上的时候，不要偷偷的进我的房内。可是我想你了吗？而且，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从来不让我单独来你的房间？莫不是，你在房间里面，藏了一个小白脸不成？是啊，现在我的床底下就藏了一个小白脸，你信吗？我自然是不信的。哎呦，相公，人家不让你晚上来，是因为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才能安心的画画呢。看来是在下错怪你了。那行，那你就先好好画画，我先告辞了。相公慢走。嗯。
怎么可能呢？就凭烧化的时候有一股糊味儿，你就断定它是妖？可是我确实是闻到一股烧腐肉的味道呀。厨房里都是一些食材，有一些肉啊，还有一些菜的，掉进炉子里，那也说不定啊。不对，它就是……别说了。虽然西门宴口无遮拦，可是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子，我们一定要善待她，千万不要让大少爷为难啊，知道吗？嗯，好吧，夫人，那我先去了，你也早些睡吧。你去吧。娘，不行！娘，不行！陈英绝不能再留了。娘，陈英要是离开了我们王府，她能够去哪儿啊？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让她留在府中吧。人命关天，岂是儿戏？我已经请衙门的人来了。老夫人，钱捕头，你来得正好。尸体在哪？老夫人，啊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金不他，管家，尸体在哪里发现的？尸体是在大奶奶房间发现的。哼，钱捕头，请你尽快把陈英捉拿归案，省得我在这个家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。娘，这尸体是被人挖心而死的。凶手的手法相当残忍，你们两个务必将陈英看管好，我将尸体带回衙门，先进行勘验，如若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地方，我随时回来抓人。老夫人，告辞。嗯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我们家奶奶让我给夫人送点吃的。好了，进去吧。走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夫人，我们在厨房给你准备了些饭菜，赶紧吃点吧。嗯。怎么会呢？我和子晴从来不相信您是他们说的杀人凶手，您平时连杀鸡都不敢，又怎么可能？
可我要怎么解释呢？人毕竟是死在我这里，但愿他不要怀疑我就好了。他可没有怀疑你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相信我，就算别人再冤枉我十遍，我也不怕了。可我要怎么证明我自己啊？夫人，如果我们能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，便能还你清白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可凶手会是谁呢？在这个府里，真正想把您赶出去的，只有老夫人和他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除了他，真的我想不到还有谁会把罪名怪在你头上。婷雅，这话切莫乱说。我怎么会乱说呢？你想想，我昨天跟你说的烧画之事，这要联系起来一想，哎，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来，我本来以为是梦，现在看来。怎么了，夫人？昨夜我真的什么呀？你说会是陈英做的吗？他平时那么的贤良淑德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介弱女子。是弱女子，当然不可能了。但只怕……只怕什么？算了，不说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现在只希望你好我好她也好。你就别再想了，来，你先坐好别动，我替你画一幅画吧。画我做什么？我也不好看。那我先给娘跟子春画一幅吧。心上的人要留在最后嘛。大少爷，少奶奶，早点歇着吧。三更半夜，小心火烛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来人，先把子衿抬下去吧。大少爷，
大少爷，后院没有发现一个陌生人，只发现胡二这个奴才。我们到的时候，胡二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胡二，大晚上不睡觉，你跑到厢房做什么？我，快说，到底看见了什么？大奶奶，是大奶奶，我看见大奶奶杀人了。是他，一定是他，这个陈英。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嫂子不是那样的人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但问题是，他还是那个大嫂吗？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鬼魂附体之说吗？你是说，大嫂她已经被……已经连续两个人了，若再无判断，只怕会出更多事啊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你说说，咱们这个家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啊？娘，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有出现之前，您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。金玲，先带老夫人回房休息吧。是。老夫人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大奶奶，还是没有找到啊。你听见了，啊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一定是陈英杀了子晴，跑了，跑了，不知道又去哪儿害人了。福叔，你带人把东厢房的院子封了，等衙门的人来了再说。是。哎呀，真是造孽。这么想，哎，你看，这王家的大少爷，哎呀，这什么情况？居然是杀人犯！真是没有想到，王大奶奶竟然是杀人犯呢。是，年纪轻轻的，哎，可惜了。对呀，你看我昨天还见到她。对呀，昨天还是少奶奶，今天就成这样。对呀，可得小心，可是啊，年轻啊，知人知面知心。夫人，您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若不逃出来，一定百口莫辩。没想到您平时柔柔弱弱的，关键时刻还真能想出办法。我现在也在怀疑那西门宴了。那西门宴说您被妖魂附身了，还说您已经不是陈英。我看他才是那妖魂。婷雅，你一定要沉住气，我们里应外合。来，过来，听我说。嫂子，来后院有何事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找我有何事？我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。我知道陈英的下落了。啊？他在哪里？好看吗？嫂嫂，好看，好看。好看的话，那我也来为你画一幅。嫂嫂，请自重。其实，你也不用这么拘束。你知道的，我一介弱女子，无依无靠。你哥哥说什么，我又怎么敢不从？其实，我一见到你第一眼，我就……嫂嫂，我今晚来是来打听陈英的下落。子春，告辞。哎，啊！
不吃，吃罚酒。可惜呀、啊，真是可惜。是啊，我就是杀害金木他们的凶手。你要是足够聪明的话，今晚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谁？我说姐姐呀、啊，你跑什么呀？我一定要揭穿你，让他们看到你的真面目。姐姐，你看到了什么呀？你杀死子春。我不仅杀死了子春，我还挖了金木的心，拧断了子晴的头。你，我的傻姐姐。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还这么糊涂啊？你说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呢？哼、少奶奶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杀人了！少奶奶杀人了！少奶奶杀人了！钱捕头，你可算来了，先让我看看尸体。钱捕头，这把刀是在大奶奶身上发现的。西门燕才是妖，他冤枉我家夫人。西门燕才是妖，休得无礼。大少爷，您被骗了，您怀里的这个女人才是妖怪。我家夫人平日里对我们下人那么好，从未呵斥过我们，就连她平时看到的蚂蚁都不忍心踩死。又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？就是平常看起来越善良的人，杀起人来才会更狠心。你这个妖怪，你放开我家大少爷！放肆！大少爷，我家夫人陪了您那么多年，夫人的为人您是知道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啊？可是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娘子陈英了。他被妖怪附了体，相公，我知道我百口莫辩，但我还是要说，我是陈英，是和你相亲相爱多年的陈英，是那个可以为你生、为你死的陈英。昨夜，我亲眼看到他在寒阳里的荒屋，亲手杀死了小叔，他才是厉鬼。住口！你刚刚说哪儿？寒阳岭。寒阳岭，寒阳岭是哪儿啊？没错，是寒阳岭。他家小叔。你还要狡辩？陈英。枉费我那么相信你。去寒阳岭做什么？寒阳岭距此地20多里路，更何况昨天晚上
西明燕明明就在府中，所以你才是妖。快点进来，快走。进去。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。大少爷，钱捕头，您快请坐。真是家门不幸呀。大少爷，实不相瞒，我觉得此事也太过蹊跷。大少奶奶平时也是宅心仁厚，可短短几日之内，她怎么就连杀数人？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钱捕头有所不知，他已经被妖怪附了体。此话是谁说的？西门燕，如果你反过来想，若真如大少奶奶所说，这西门燕是妖，那他是否会反过来诬陷大少奶奶？这人妖两界，生死攸关呐。大少爷，您可一定要明辨是非。我看此事定当另有原因。哦，大少爷，我会先照看好大少奶奶，您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钱捕头，我忽然记起一事。前几日我遇到一位老道士，他曾对我说我邪气缠身，不过当日我并没有太多理会，却不想青木他们连连被害。果真有这等事情？那道长现在何处？他就在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大奶奶被衙门释放了。什么？被释放？为什么？衙门里的人说证据不足。证据不足？子玉，子玉，哎，子玉，这不是王家那个被休了的媳妇儿吗？怎么被赶出来了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听说他杀人了。啊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赶紧走吧。夫人，可是听陈冠的，贫道正是。师父救我。施主请起。您是陈英少奶奶吧？师父，你有所不知，少奶奶，您的事情贫道都已经听说了，我正要下山去打探此事，我们去那边坐着聊一聊，请。
那日夜里，我看见西门燕杀了阿柱。如此说来，这西门燕是妖不假，可她究竟是什么来历呢？还请小道长帮我捉了西门燕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哎，我又何尝不想斩妖除魔？只是依你所说的来看，只怕这妖物在我法力之上，贸然前去，只怕……哎，我师父可以，只要找到他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。那我们去哪里找他？公子，公子。是他，看来这件事得由贫道来解决了。小姐，虽然我当年逃了，可这30年我一直在苦修道法，为的就是今日。小姐，小橙子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还在为娘赶走陈英的事情忧心吗？你要记住，他已经成为妖邪了，你千万不可鬼迷心窍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，老夫人病倒了。什么？快走。娘，娘，我知道白大人送黑发神，您一定很心痛。可是事已至此，您一定要把心放宽呐。娘，您先好好休息，我呢，去给您请个郎中。二奶奶，你去歇着，我来吧。哎呦，你是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不能活到我的孙子出世啊？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我看呐，您就是受了点风寒，好好养养，之后孙子还指望您照看呢。就你这小嘴甜，你说子玉呀，他要是早听我的，把陈英给休了，把你娶进门啊，那孙子都满地跑了都。哎，金玲，我的胭脂快用完了，
你去市集帮我买一些回来吧。是，二奶奶。娘，嗯，我带来一剂药，是早上特地去诗人堂求人家老郎中做的，要敷在额头上。你闭上眼睛等我一下啊。嗯，来。再不来我可就睡着了啊。快了快了，把眼睛闭好，省得弄到眼睛里去了。少爷，我看这里也没人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看来这也是个疯道士。算了，咱们回府吧。好。我们到了，随我进去吧。请。师父，师父，小包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道长，最近这镇中有妖物作祟，已有数人被害了。怎么，你降不了他？那妖物法力高强，我不是对手。被害者都被剥皮挖心。什么？太恐怖了。剥皮挖心？啊。嗯，那妖物此刻正在王府，我亲眼看到他用话杀人。用话杀人。嗯，果然他又出现了。道长，难道您认识他？师父，他究竟是什么妖物？此话说来话长。哎，据说此妖是寒阳公主，她的父亲是南唐的高宗，可不成想她的亲夫却英年早逝，使得寒阳公主年纪轻轻就变成了寡妇，从此以后他的性情大变。有一天的傍晚时分，寒阳公主在寺前的小路上碰到一位英俊的青年，他便叫一些年轻艳媚的侍女把他引诱到后花园内。此后只要是年轻的俊美男子，他便设法招进驸马府内。被侍女诱进府内的人以为自己艳福齐天，并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了。所有踏上闺阁被殷勤款待后的年轻人，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。而且据说寒阳公主总有个习惯，就是每杀死一个人，她总要画一幅画像。有一天，寒阳公主的情人把侍女子琴叫到房间里来。两个人的事不久便在女士们中传开了，这件事立刻便被寒阳公主听到了。把他们从床上给我拉下来！不要！下来！不要啊！
自那以后，也就是高宗二年，这个寒阳公主突发怪病而死，她的父亲就将她葬在了这寒阳山上。原来她是一个公主啊！最恐怖的是，这个寒阳公主竟然日后变成了妖怪，经常从坟墓里出来，幻化成美妙的少女，去勾引那些俊俏的书生，然后吃他们的心，剥他们的皮，最后还把他们画成一幅画像。30年前，我们家西门公子和小姐就是被这个妖孽所害。他现在的那身画皮就是我们家小姐西门燕的。我一旦见了这个西门燕，我必将他斩之。师父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师父，求求您救救我家相公吧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将他引出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西门燕，哼，真没想到你还敢回来。听雅说娘失踪了，是不是你害的？哼，是又怎么样啊？现在可是人人都说你是妖怪。你那荒宅可真不好找啊，宅子里的画都已经被我付之一炬了。现在如此厉害，难道这妖物就无法无天了吗？此妖现在已经成精，一般的法物是降不住他的，除非那两件宝物。哪两件？一个是集天地之灵火的不灭烛，而另一件就是斩妖剑。只有斩妖剑和不灭烛相互配合，才能让他万劫不复。刚才我用我的剑击伤了他的肉身，他现在可能要去找年轻男人的心来补他的气了。那我家公子岂不是要危险了？我要去救子玉，我不能让他被那妖精给害了。师父，那不灭烛究竟在哪里？对呀，道长，您快说呀。可惜啊，已经失传了。
你安心上路吧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凶手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娘，你来做什么？子玉，你离开王家吧。西门燕是妖，她真的是妖，是她杀死了金木和子春，还有那些无辜的居民，连娘都不放过，下一个就是你啊。你竟然还敢回来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送进官府。慢着，罢了，让他走吧。子玉，子玉，你怎么把药给放了？我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，我分不清谁是人，我也分不清谁是妖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会派人跟着他，一旦发现有所端倪，不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吧。陈姑娘且慢，我已经找到了降服女妖的方法了。夫人，姑娘，你连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吗？不灭烛并非是独一无二，这人心的炙热之火虽然比不上那不灭烛的灵火，却也足可以灼伤那妖孽的肉身了。炙热之火何以取得？这炙热之火需要一个人附身火海，化作不灭烛的灯芯。我愿意，这是我为你画的。哎呀呀，这画的是我呀，倒是有八九分像了。公子小心！小师傅，你这唱的哪出啊？身为出家之人，青天白日的跑到人家的房中大呼小叫，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吧。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位小师父，你到底有什么话非得面对面对我说？这是我师父让我给你的宝物，此物唤作照妖镜。今晚你与西门燕行完房，待她回屋之后用此物照在她身上，你自然就看到所有的真相了。无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声张，立刻来城外林幽亭找我，你的娘子也在那里等你。回到王府之后，帮我照顾好子玉。子玉的安危就拜托您了。可算来了，陈英他在哪里？我们快走吧，再不走你就见不到他了。为什么陈英为了你情愿自焚，化作不灭烛的灯芯？不灭烛，我们赶紧走吧。
快走。娘子，不要！娘子，娘子，少爷，娘子，娘子。道长，我有话对你说。相公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大礼？相公，相公你在哪儿啊？大胆妖孽，还不快快受死！好啊，王子玉，原来你早就有预谋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亏我对你如此深情。住嘴！妖孽，你害得我王家家破人亡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今天是谁送死，还都不知道呢。师傅，这妖孽就在前面，大家跟我走，走，走！大家小心。走。
小姐，橙子，我为你报仇了。这杯，满天星光照亮眼泪，曼妙的。